引梦过来抓我，却没想到自己的人燃起了炊烟，引来了梦过。不不不不不！二郡主，您怎么能如此冤枉三公主呢？她只是见您属于韩少君，便吩咐小人将您困在陷阱里，再引韩少君去搭救，想撮合您二人呢。说到底，也是为了您好，绝对没有陷害您的意思。 你说的可真够清楚的，你不是说跟我没关系吗？小人也不能看二郡主误解您啊。你这话的意思就是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陈芊芊，我以前只觉得你任性，现在看来。 刚才唐突了，那我先回了。多谢二郡主。嘴上说是生气，身体倒是很诚实嘛。那上个月扣这么紧，说我没有心，我这一整颗心都把他拿来追楚楚了，好吗？编剧就是背黑锅的，自己写的角色还要埋怨我。 那个苏子英，什么时候受的伤？属下觉得他只是在伪装。少城主，我倒要看看裴衡凤这么一个人在芊芊身边是何居心。是。还是让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吧。走。安排在这儿。少城主，你给我站住！下来。回来。站好了。 你们先计策着我上楼。少城主剿匪可真省事儿，不仅将抓捕一事推给二郡主和韩少君，如今连嘴皮都懒得动。紫竹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也没说我不帮忙啊，是不是？山寨地处林间，位于下凤乡，可用。安了火攻。火攻。而且地势低洼，后山。哎，这儿。水攻。 少城主说的倒是轻松，一抓一放还不是您沾沾嘴皮的事儿，倒是辛苦了我们二郡主和韩少君，这些日子腿都要跑断了。子竹，放肆！
我不说话吧，说我不帮忙；我一说话吧，说我只动嘴皮子。少城主多足智多谋啊，怪不得能想出挖陷阱的方式，是吧？我还不够足智多谋，我要够足智多谋，就不会被你们发现了。我看今日少城主为了我和二郡主，是劳心劳神吧？得吃点好的补补脑子。白棋，在，给咱们的少城主报报今天的菜谱。清蒸鹅，红嫩鹅，油爆鹅，叫花鹅，炖老鹅，都是鹅呀，怎么那么多鹅？这许是裴衡怕你饿着了。白棋，走吧。